你有旧电脑却不知道怎么处理吗？这些电脑可以加入 labdo.org 让世界变得更好。因为我们会将数以万计的报废设备带到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。 labdo 会删除设备上所有的数据，并以当地的语言安装适合孩子的教育软体。然后，志工会在旅行的同时帮忙将您捐赠的电脑运送给学校、孤儿院或是难民孩子的手中。你甚至可以上网追踪了解当地的孩子如何使用您捐赠的电脑。当地的孩子和难民们会因为您的电脑有机会受普通教育和 IT 技能。如果运送过去的电脑坏了，我们会回收并换另外一台捐赠的电脑。LabDo， 让我们一起加油！